大家好，我是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4.8 草八重登场新体系玩法来了。 5.0 到 5.1 卡池反转钟离星海复刻白蛮岩萝莉进卡池，元神 4.7 到 4.8 平民抽卡规划来了，只有一位最值得抽取 5.0 直接备战纳塔。元神 4.6 平民全角色强度 S 级榜单排行，顶级输出非是四位莫属，六大神级辅助一个比一个香。众所周知，元神封单 4.7 卡池越来越近，除了两位新五星角色克洛琳德、西格文的登场外，艾尔海森、水神弗林娜也将迎来复刻。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也是很多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一起来看看吧。根据舅舅们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4.8 卡池会有一位新五星角色空降，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吊香师艾梅利埃。吊香师的武器是长枪，定位目前据说是全台草 C。不过就爆料的相关机制来看，吊香师更像是草八重，主打燃烧机制，个人感觉调香师是后台草的概率更大一点。而说起后续 5.0 到 5.1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也被舅舅们放了出来。废话不多说，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目前来看， 5.0 卡池会有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分别是早期足迹中的白毛小萝莉伊安山和最近提到较多的新角色西巴拉克。其中伊安山是岩系角色，西巴拉克是火系角色。同时 5.0 卡池复刻的角色分别是钟离、星海这两位。至于 5.1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据说纳维莱特、纳维亚、闲云等角色会迎来复刻，火神则大概率会在 5.2 卡池登场。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可信度还是比较低的，大家看看就好，不保证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原神封单 4.7 版本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距离 4.7 卡池的到来越来越近，新五星角色克洛琳德也即将 UP， 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而说起后续 4.7 到 4.8 卡池平民角色抽取的规划相关，一起来看看吧。 4.7 上半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分别是克洛琳德、艾尔海森，下半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分别是西格文、水神弗林娜。总的来说， 4.7 这期卡池的角色还是比较香的，首先是两位新五星角色的登场，不过还得看后续的实测情况，不推荐平民玩家无脑抽取。而 4.7 卡池复刻的艾尔海森、水神弗林娜复刻抽取还是比较高的，水神作为辅助角色，泛用性、保值性高。如果还没有的小伙伴们，水神绝对是值得优先去抽取的。艾尔海森虽然可以打草行酒平民队，不过 5.0 那塔已经越来越近，主 C 角色的抽取还是比较不推荐。至于 4.8 卡池，目前舅舅们爆料提到的是吊香师、尼鲁、莱欧斯利、申赫这四位，基本上也就是调香师有看头。不过现在吊香师据说是前台草系燃烧长枪角色，大概率可能是主 C 了。具体还得以实测再去考虑是否抽取，没有其他需求，还是比较建议囤原石备战纳塔。原神封单 4.7 卡池终于要来了，两位新五星角色克洛琳德、西格文也即将登场，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而说起截止到 4.6 版本角色强度排行也终于出炉，一起来看看吧。角色的定位主要分为三大类，分别是主 C、副 C、辅助。本期的榜单则是以平民玩家来进行排行，满命啥的就不多说了，毕竟克劳还是少数的。其中 S 级主 C 角色分别有纳维莱特、仆人阿雷奇诺、艾尔海森、纳维亚这四位，强度在线，也是截止到当前版本最值得抽取的四位主 C 角色。而 S 级副 C 角色则有水神弗宁娜、小草神纳西达、叶兰、九旗忍、香菱、行秋这几位。可以发现有三个四星角色虽然上榜，但是对于命座也是有要求的，比如九旗忍需要二命，香菱需要四命，行秋需要六命。这三位虽然都是四星角色，但强度可以称得上妥妥的六星战神，在深渊中也是大放异彩。至于 S 级辅助角色的话就比较多了，分别有白族、外叶、星海、尼禄、钟离、班尼特。其中班尼特需要一命，也是目前辅助角色中最好用的几位，各有各的优点，如白族的随身奶、万叶的巨怪增伤、钟离的顶级护盾等。总的来说，在主 C、副 C、辅助中 S 级角色选这几位最合适，也是复刻优先抽取的角色。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记得关注再走哦。